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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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哈。刚才同学在问出家的因缘啊，还有问吃素的问题哈。啊，其实那时候就是师父说，吃素好啊，哦，啊，我们就开始就吃素了。啊，所以很多因缘性就这样讲啊，就这样子啊。啊，你说，为什么出家？好像就是一切好像水不往那个，例如说那个。低洼的地方哈啊，就整个都态势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不往水不往那边流就很奇怪这样子，啊就很自然啊，所以为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啊，就因缘性好像就随着因缘性就这个样子，哦，所以很多东西，反而像今天下午就有同学问念头的问题，哦。他好像引用了《六祖坛经》的一段内容，哦，啊，其实你要问经典上的问题，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把经典带来，哦，啊，哪一段，哦，那我们做一个那个，因为有时候当他在问问题的时候，那个经文他自己也许也记不清楚，哦，啊，所以有时候背诵起来并不是这个样子，哦，那他讲，我就跟他讲，其实那个以六祖坛经的那个意思，应该是念头的部分，其实是累生累劫当中大家的一种惯性。好，那里面的内容应该是你不要去跟念头就是对峙。好，有些人他会变成是把对峙念头当做一种玩游戏。哦，人家会说，师父那个对峙念头这个是一件功课啊，是个修行，怎么可以称为玩？哦，因为人有时候念头太多了，所以当我们要放轻松，要让念头慢慢沉淀的时候呢，不习惯，不习惯你就开始抓，念头也是这样，要消除念头本身也是一个念头，所以变成就是你在那个消除念头上面这样子，在那边打转，好像我每天都在消除念头，消除念头，消除念头，好像打坐就是为了消除念头。那其实呢，你就不要跟他对看，好，那放轻松，那坐久而久之，念头就会慢慢沉淀下来，不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念头上，因为这个时候有时候变成你的执着，变成你的对抗，例如说你周边的人，会变成是这个样子，我们去想一想我们自己的习性，你周边的人如果跟你都没什么太多的那一种挂碍的时候呢，那大家都很顺，可是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不合你意的时候，你会特别的注意他，你会把所有的那个身心，有没有，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其实也有很多人对你好，可是怎样，你会没办法去，例如说你在跟某一个人叙述你最近生活怎么样啊，你会开始讲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你会集中在那个跟你对峙的那个人的身上。可是其实你的同事这么多，你的朋友那么多，你的生活这么大，那何必这样跟这种就是对峙的这个人这样子，就是集中那个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就变成是这样，所以当有人在禅坐的时候，就是说师父有人教他，例如说半炷香念佛，半炷香干嘛，半炷香半炷香干嘛，我们就跟他说，哇，这样好忙其实半炷香干嘛，半炷香干嘛，半炷香例如说念佛干嘛，对，观呼吸什么的，其实会变成是一种你一直在执着于你的念头，反而那个念头是更加的一个深固，所以很多东西你就放轻松去面对它，就算是你不顺的因缘你也这样子的时候，有时候当然了，有人说师父这个很难呢，有时候就是我们把注意力一转，所以当有遇到一些他的
瓶颈在这边，他的劲在这边的时候，钻牛角尖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就是不妨看看外面的世界啊，好、哦，还很宽广嘛。我们干嘛一定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不喜欢的这个人身上？哦啊，所以渐渐的，你那执着性如果消融的话，其实你这个人跟你也这样，没有任何的这样自爱心。哦、啊，当时会有自爱心，是因为你的注意力一直在他。哦啊，打坐也是，你的注意力如果一直在跟念头对抗的时候，同样的道理了。它会变成你特别特别注意的一样事情，哦，那久而久之就变成我们在刚才回到刚才所讲的叫玩念头，对不对？哦，因为很没叫你坐在那边很无聊啊，哦啊，所以怎样啊？就在那边玩，我要对自我的念头，哦、啊，所以很多东西反而是我们放轻松，哦、啊，渐渐的就会有它的一个境界出来。哦、啊，反正是你抓着那个念头不放的时候，那个也是你自己的执着，所以反而越抓越执着。哦，所以很多的有些法门也是啊，哦、在讲调食。哦，那大众就开始认为我的修行的一切成就都建立在调食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哦，因为我们的心态如果没有转，你食物吃的怎么样？那也都是怎样，另外一回事啊！哦，学佛修行都是说往你心里面这样去处理啊，对不对？哦，而不是在那外在的，不管是吃，不管哪一方面啊，所以久而久之啊，调食变成你修行的一大部分的时候，变成你也是在什么玩调食这件事情哦，所以这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必须要很警惕的。有时候变成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方面，可是这方面是不是你成就的一个关键？那就是要问自己了，对不对？很明显嘛，对不对？哦，那所以为什么称为玩的原因在这边哦？那个反而是你变成你的一个自爱心哦，自爱心哦。小孩吃到什么？哎呀，嗯，我今天打坐做不好，就是因为我吃到了这个东西哦。啊，其实。那是因为我们的心在乱啊，哦，心在乱哦。那佛的教了也很多的法门哦，也其实也不是只有在做而已，不是在禅定哦，种种的法门，种种的怎样，我们都可以去做哦，都可以去做哦。所以不是把那种集中，然后跟对抗在那个方面哦。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警惕就不会花很多的时间或者是说浪费很多的时间。好，那在这边我们要讲到就是法师功德品第十九品。好，那进度其实也是蛮快的，蛮快的进入到第十九品。然后后面讲的各品都是介绍很多的菩萨哦，他的一个境界哦，一个境界哦。那这一品呢，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讲的就是持经的大意哦。那大家会说，那师父这个妙以妙法莲华经的一个究竟，应该已经不会说我们要怎样的一个大意了哦，我们要怎样的一个利益才要去持经？哦，这个一般来讲哈，当然是最好善根器的人，他没有任何一个执着，有没有？没有任何一个执，就可以这样放下。啊，可是，一般大众做不到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边就告诉你有这样的大利益。哦，那大家看了以后就会想要这样受持这一部《妙法莲华经》。哦，所以。这部经为什么在这里要讲到所谓的功德的问题？就是这样，哦，因为大众需要，哦，你没有一个让他可执取处，哦，没有功德，无功德嘛，哈，那大家会问，既然无功德，那干嘛做，对不对？哦，啊，所以在这边呢，哦，就开始这样讲到有哪些的一个这样。大义、哦，有哪些大利益，哦，好，那持经的法师呢就能够得到六根清净，哦，这个就是法华三昧的一个圣意，
哦，那再来就能够登不退地，哦，那显出这个二圣呢精进不退的心，哦，这个就是在讲，哦，那前法师品是以法师为助发的一个原因，哦，那现在要正显就是持经，哦，也就是你如果能够受持这一部经的一个功德，哦，那所以很重要啊，对不对？好，哦，那大众才会，嗯，有这样一个功德性，大家才会想要怎样去受持它，哦，好，所以佛性呢，它这个是要借缘熏呐，啊，哦，就是像我们现在听课，哦，听课也都是在熏这样佛性的种子啊，哦，那这样才能够使慧命不断。好，如果我们没有熏这个八识田里面的佛性种子，那如何这样？那个慧命啊，有时候啊，都很难讲。哦，像那个之前在讲《药师七佛功德经》的时候啊，哦，里面也讲到说，不，你要是能够念这一尊药师佛，哈，哦，那药师他那个有不同的版本，哈，哦，啊，还有一个义净法师所做的这个药师七佛，它里面就有七尊药师佛，那这个七尊它各有各的那个佛号，哦，那在这当中呢，哦，就一尊他就发愿啊，你呀，啊，哦，只要能够执持我的名号，哦，同学要知道只要念他的名号就好了，那万一你累生累劫之后呢，哦，不小心要往下堕了，哦，往下堕了啊，可是呢因为你有受持他的名号啊，这样的一个因缘性就能够怎样，再能够怎样很快速的这样往又回复到人生啊，哦，这很重要啊，因为人生比较好修行，如果往下堕三恶道当中太苦了，对不对？哦，那不然就是有些太愚痴了，他也不会想到要修行，人是最好修行的，所以你只要能够执持他的名号，有执持他的名号，那再来呢，吼，就能够怎样回归到这样人生的部分，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样慧命不断呐，啊，哦，不然的话，不做功课，哈，哦，啊，没有跟这些佛菩萨结善缘，我们就常说，哈，哦，那个佛的愿力很慈悲啊，而且这样不可思议，哦，以我们人的单以人的一个。角度跟世界，你要能够修正到佛，哦，大家都会觉得这样不可能，所以我们就说啊，佛的愿力就好像是例如说我们走路要走很久，对不对？哦，那可是呢今天如果给你乘车就很快，对不对？哦，那个佛的愿力就好像是给你一部车，哦，让你能够这样很快速的到达，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才有办法所谓的这样慧命不断，哦，所以法师的功德最盛，哦，所以这边以这样功德减之啊，哦，就简称功德品，哦，法师功德品。好，那这边有讲到啊，哦，那个尔时呢佛告常精进菩萨摩诃萨，哦，我们上次其实是讲已经讲到这里，哦，啊，那因为有一些细节的部分，哦，上次时间上不太够，哦，没有做一个补充，哦，所以我们再从这个部分，哦，来看一下。哦，他告诉这个常精进这个大菩萨，哦，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世人当得八百的眼功德，千二百的耳功德，八百的鼻功德，千二百的舌功德，八百的身功德，千二百的意功德，以四功德呢专研六根，皆令清净，哦，也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受持这一部《妙法莲华经》，不管你是读诵、解说、书写都好，哦，你就能够怎样以这些的功德力呢，哦，能够怎样庄严我们的六根，而且能够这样清净，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有同学会问，为什么眼八百，耳千二，鼻子八百？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六根功德，哦，一般所认知都是出自于手刃眼睛，啊，哦，那其实有些经典会讲到，哦，那这个六根的功德里面呢，哦，这个所具的功德
这个功德呢，聚于怎样六根之内，啊，摄乎世界而成，也就是这个功德是怎样六根之内啊，跟外境怎样交摄，交摄而成啊，对不对？好，所以1200的数量，那视为千流，界为方位，也就是以时间的流转，啊，界就是那个空间的部分，它有所谓的这样方位嘛。所以三世，世就是千流，现在、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三世的千流，那四方都是这样，那个四个方位，所以三世乘以四方就是一共有12，所以它这个1200的功德是这样来的。那流变三叠呢，就是这样，1100000也，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流三叠就这样，千、十、百、千这样子，就成形成三世千流变数，就三叠嘛，所以变成这样，三世12，一共有1200的一个功德力。那功德呢，是由众生的六根资旺相成，也就是我们的根跟尘交涉产生的这个事，这些都是怎样旺根跟尘交涉，这些所起的全是妄念那世界交涉所以而所缘的尽量尽量，也就是我们跟外境这些交涉，外境的交涉呢，就有所谓的三世，现在、过去、未来四方四方位所以这六根的功德以体具言，就各有这样1200。那可是呢，有这样了别功用，也就是因为它的功用不同，那优越全缺不同，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眼、鼻、舌就是800。那耳、舌、意的话有这样12001200。那知望就是根根尘一直消失嘛，我们眼睛看到这外境，然后就产生了种种的妄念，这些全部不管是眼耳鼻舌身意，对这个色身香味触法所产生的全部都是这样妄念。那眼根为什么只有800？这边就讲到啊，因为我们眼睛怎样只能够看前面，对不对还有左，顶多再加上左右两方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有以1200来定它的数量的话，那四方如果各具300，也就是我们把1200除以四方嘛，对不对那一个等于这样300，一个等于300，同学了解这意思吗也就是说，一般如果你要得到1200的功德，是你全方位都看得到，可是我们只可以看到前面跟左边右边而已，后面看不到啊，对不对？所以要不要扣这300？所以扣后方有300，所以就变800，所以眼睛能见前方的300，左右各250，然后就成为800，所以三分言功，一分无德，也就是说，你如果把1200这样除以3的话，一个400嘛，可是它缺一份啊，后面没看到，一分无德，对不对？所以只能够这样，眼根就叫做800功德，你看那个算法也很有趣啊，对不对？好，耳根的话1200功德，因为耳朵的话，不管在前面、后面、上面、下面，不管在哪里发出声音，耳朵都能够听到，对不对？而且能够随彼身动处啊，虽然有远啊，有近啊，那耳朵如果能够静听的话，当然如果很吵的话，有些声音就听不到，可是如果能够怎样，有些声音都大概在我们的耳朵的频率内的话，那十方都听得到所以耳根的圆满功德有1200有1200。那鼻根为什么800？鼻根它能够怎样？鼻根的话也可以上下左右都闻得到啊，对不对只要不管哪一个方位有味道都闻得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通出入席席出呢就能够取香，那习入呢就能够闻香出入之中啊无能你看一个只能够怎样
习出的话怎样能够取香而已，可是怎样习入才能够所谓的闻香啊，对不对？哦，所以他没有办法这样很圆满哦，一下子就这样不管出入都可以这样闻香哦，没办法哦，你气出的时候没有办法闻到香味嘛哦，那出入之中呢无能啊哦，所以说缺宗教哦，也就是说出席跟入席中间哦，其实还是有他的一个这样没有办法圆满的地方哦，所以三分言功缺宗教呢一分之德，也就是说出入席之间哦也这样没有办法闻到这个味道哦，没有办法嗅闻，所以鼻根也是讲具八百功德。那再来舌根呢哦，舌根他会说哎呀舌头不是只能够就是味道进去了以后才能够产生那个功用吗哦，那不是应该它的功德力更少哦，可是呢舌能够怎样宣扬世间出世间的一切诸法哦，它就已经不是在于尝这个味道而已哦，它能够有讲的就是宣扬这个一切法了哦，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如果能够受持啊读诵这个那个妙法莲华经的话功德怎样哦无尽啊哦，所以言说虽有限量哦，这个理呢无穷，也就是说我们的言说我们知道以言说来讲哦，以人的一个知见哦，它是非常非常有限量，我们说在人界的众生呢哦，他所能够知道的东西呢哦，非常的有限哦，所以人知道一般言说就是从人的一个思维而来的，所以言说它是有限量的，可是呢所说的理能够讲无穷尽哦，所说的理那个理能够讲无穷尽，这个此但呢论其言说不论肠胃了哦，这个部分的话1200的意思是不是在尝这个味道，而是在怎样说法的这个部分哦，言说的这个部分哦，好，所以如果以其肠胃的攻略的话，言说之得胜啊哦，所以知道呢这个舌根圆满1200功德哦，所以同学这个舌根的部分，大家会说嗯，它也很有限，东西要丢进去才有办法尝味道啊，对不对？哦，那为什么他功德心那么多哦，这就是他所论的已经不是在尝这味道，而是在弘扬法的部分了哦。那再来生根八百哦，大家知道为什么生根是八百吗哦，我们可以看到哦，生能够觉处了知逆顺苦乐之境，也就是生能够怎样要跟那个物相合的时候，例如说我们手要碰到这个桌子才知道这个桌子现在是大概温度是冷的啊热的啊，还有呢这个东西是软的还是硬的哦，啊如果我们例如说碰到很烫的东西我们就觉得腻了，对不对哦，所以身必须要跟物合哦才有知觉，如果与物相离，也就是我们手如果没有办法去碰触，例如说我们手没有去摸这个麦克风，那我们就不晓得这个麦克风到底是硬的还是软的，它现在有那温度如何，对不对哦，所以必须我们的身与物相合的时候才有产生所谓的知觉，那如果不与物相离不知觉的话是三分言功，又那个要有和才有办法有觉，所以这样一分无德哦，所以身也是八百。那意呢意根的部分哦，意根的话就千二百功德，意根静默啊，一切世间除世间法这样无不包括哦，也就是我们意根其实本身这样含一切的法哦，不管是世间法出世间法都包含在这当中，所以一根呢圆满1200功德。那世间法呢就是人天所修的法哦，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认知当中的哦，所谓的有肉的部分
哦，那出世间法就是这样，三圣所修的法，哦，三圣所修的法，哦，像人天所修的法，他所谓的那个福田呐、啊，要种福田呐、啊，啊，你这辈子种了以后啊，就下辈子或怎样，哦、啊，三出世间法呢，然后他就是这样求的，就是不要再轮回了，不再轮回了，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功德力是这样的一个算法、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受持的话、哦、能够得到八百眼功德，千二百的耳功德，八百的鼻功德，千二百的舌功德，八百的身功德，千二百的意功德、哦、以这样的一个种种功德力呢，能够庄严我们的六根、哦、然后让这六根呢能够清净、哦、能够清净哦。好，那这边有问，哈、哦，问曰，哈、哦，今言六根清净，哈、哦，皆云呢，父母所生现身的现前的一个肉身呐、啊，哦，即能够测见测闻三千大千世界者，世事难信呐、啊，哦，所以请觉所依。啊、经文里面也讲六根清净啊，可是这个六根清净如果这样 父母所生的这个现前六根 肉身、哦、因为也都是根根成交色啊，对不对、哦、那这样的根根成交色，这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限性，这样的肉身你要能够测见、啊、测闻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事，这种事啊难信、哦、所以要请觉疑啊、哦、那回答理故是如此啊，无足怪也。你如果用理来看的话，的确，这也不足为怪。那请示言之啊，然众生的知见呢，本是一真圆明清体。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呀、啊，都是在明的一个状况，对不对？哦，那因为一念的无明，我们开始轮转。啊、哦，一念的无明开始轮转，所以我们原本我们大众的所有的知见都是在于一真法界圆明的心体，无边的刹境，也就是没有时间跟没有空间的问题。那十方古今呢，迷不动照。为什么迷不动照？因为现在、过去、未来，哦，那不管是十方的这个这些所有的方位，都在这一点，哦，都在这一点。那千毫不一呀、啊，哈、哦，所以然十方佛呢，同体无二者，哦，那一念的当初一念的无明妄动，哦，我们就是说十二因缘人当中的无明开始这样妄动，那就障蔽了我们的这样妙明，哦，也就是障蔽了我们这样本来就是这样本觉的一个状态。那因为一念的无明开始轮转之后，我们又要求这样回到这样是觉的一个状态哦。好，那其实本觉跟始觉都是一个这样同样的一个状态哦。那个在《大圣起信论》里面就有比喻到哦，这个始觉跟本觉就好像是原本都在水的状态。那你结成冰以后又融成水，那前后的水其实这样都是同样的一个状态哦。那开始这样一念的无明就这样感觉这个四大哦，四大，所以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那四大呢就开始这样拥令留爱，就开始自爱，产生自爱性哦。所以我们本来是怎样，一切都是这样妙明啊，哦，没有任何自爱性的明，也就是智慧，哦，那因为这个结这个事大之后呢，开始这样自爱我们，所以呢隔月不通，哦，隔月不通就开始这样，因为有时间有空间了，哦，因为地水火风产生的这些自爱性呢，我们一直交涉啊。哦，不管是我们的六根也是这样的一个形成，那跟外境的这些地水火风就也是开始这样的一个交涉，那一交涉呢就开始这样根根成交涉，就越是这样隔越不通了，哦，所以以至于呢见不超色，所以我们只能够看见的就是这样都在色尘上，哦，那闻不出声，
能够听闻的也都在生尘上，哦，这句都是讲故众生之知见也，哦，所以我们能够产生的知见都是在看到这些外色尘的部分，哦，那还有听闻这些生尘的部分呢，啊，哦，这些其实都在还在众生的知见上而已，啊，这众生的知见呐，啊，哦，你要用众生的知见来去怎样揣测佛菩萨的智慧，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差距的，哦，所以今持今之人呐，啊，如果能够一念顿悟本源真心呐，啊，故曰呢，一人这样发生发真归元。也就是如果你能够发真，也就是这样妄尽，也就是我们的妄念皆尽，就能够怎样发真归元。那十方虚空啊皆消云，妄是有根根成交涉，对不对？如果我们怎样是能转智的话，哦，转成佛菩萨的智慧的话，那自然而然这些我们刚才在所说的地水火风这些所产生的这些自爱都是根根成的一个交涉而产生的。那如果这些妄全部都尽的时候，自然十方的虚空呢悉皆消云，这就是修行的境界了，哦，有也就是有修到空的一个境界的时候，所有的这样世间的这个根根成交涉的这些所有一切这样皆消云了，哦，何况空中的所有国土而不这样震裂，哦，所以是则那尘嚣绝尽，哦，如果一切的我们所说的外境这些尘都已消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这样清净了，哦，就清净了，哦，所以十方世界就能够这样圆明洞照。我们现在为什么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未来是未来，就是因为我们根根尘一直在交涉当中。那这些现在、过去、未来，其实都还在妄念当中，哦，或者是我们现在所感知的前面、后面、上面、下面这些十方的这些，其实都是在还是都在根根尘交涉的妄念中。那唯有呢，我们这些妄境才有办法所谓的归真。哦，那如果归真以后，我们所产生根根成小产生的这个时间空间的妄念就全部这样云消了，哦，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空的义名啊，哦，六根就这样消复啊，哦，所谓的清净，哦，所以以就现前的肉身故遮也，哦，现前的这 肉身是为这样遮啊，哦，是为遮。好，那观音耳根圆通啊，生灭即灭，即灭现前，哦，也就是以观世音菩萨他所修的耳根圆通，他已经没有所谓的生灭的问题了。所以生灭的问题如果灭的话，那个才是真正的即灭现前，哦，好。所以上与十方诸佛呢同一慈力，下与六道众生呢共一悲悯悲仰，哦，好。所以这个就不其只怎样六根清净而已。首楞严经里面就讲到啊，阿难律陀啊无目而悯，跋喃陀聋啊无耳而听啊，哦，还有迦摄原名呢了知不因心念啊，哦，所以这都是父母的所生的肉身啊，哦，你说肉身能够到达怎样的一个境界，哦，有现前的这些菩萨那个阿罗汉或菩萨们，他们有些是无目，哦，啊，可以看见啊，有些是无耳可以听啊，哦，有些是怎样那个原名呢了知啊，哦，这些都不是因为不因心念啊，这个都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境界，也都是由怎样父母所生的这个肉身啊。又曰呢不明自方，哦，所以在那边那个经典里面就讲到有所谓的六根互用，哦，也就是你所看到的东西我们都限定在眼根可以看到，哦，可是其实有时候可以怎样六根互用，
哦，不一定要用眼根去看，哦，不一定要用眼根去看，哦，好，所以诸暗相啊，就有不能混。如果我们不是用眼睛在看，而是用我们的这样原明的那个，就是本心的部分来看的话，哦，那就是有智慧来看的话，哦，那就不会被这个暗相给怎样，给我们眼根看到。如果电灯关掉就看不到，可是呢，如果你是用原明的这个那个本心在看的时候，就算电灯关掉了，我们看任何的事物也是这样清清楚楚的。同学会问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原明的真心的时候呢，时间跟空间就不是问题了，哦，我们刚才说啊，所有的时间现在过去未来还有所有的一个空间都这样消融了，也就是没有这些隔碍性，哦，没有这些隔碍性。既然没有隔碍性的话，暗相只能够这样障碍我们的眼根而已，哦，所以暗相也没有办法这样，也不能够这样障碍我们了。所以根根成寂消呢，云何圆明这样觉明不成圆妙，哦，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六根清寂之相，哦，是眼能见三千世界等，哦，无足怪也，哦，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清净来讲的话，我们眼睛以智慧的那个来看的话，哦，那自然而然啊，你要见三千世界，你没有那个隔碍性了。我们现在呢要看到，就是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我们现在像这样的一个教室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没有办法看到教室墙壁以外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家用根根尘交涉的眼根跟色尘交涉的那个在看，哦，所以有那个时间跟空间的隔碍性，哦，那如果以佛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圆明来看的时候，这些就都不是问题了，哦，所以眼能够见三千世界，这些都是这样小 case 而已，哦，所以我们就说佛呢，他是把整个的一个不管多大的一个世界呢，好像一个罗安果放在手上这样看清清楚楚的原因，就在以佛的智慧，哦，转世为智的话，哦，他就不是用我们的这样肉身的这个根在看了，哦，所以没有时间空间的一个自爱性了。所以是善男子善女人，父母所生清净肉眼，见于三千大千世界内外所有的山林河海，下至阿鼻地狱，上至有顶，哦，有顶就是所谓的有顶天啊，哦，亦见其中一切众生，哦，所以清净的肉眼，哦，那这能够清净，那自然而然是怎样，我们的怎样心已没有那样的一个贪嗔痴的这些念头，所以才有办法所谓生清净的肉眼，哦，那清净的肉眼呢，就能够见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一个山林河海，哦，那当然如果你还要看更多，还要再经过更深的一个修行啊，哦，那在这边呢，哦，就能够看到的是三千大千世界，哦，好，亦能够见当中的一切的众生，哦，那看到这个众生，也不是只有看到哎这个众生外表而已，哦，他连他的这个众生的这样业因缘，哦，那他为什么今天会生到这边呢？那下辈子还会往哪里去？都怎样悉见悉知，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哦。所以若于大众中啊，以无所畏心，哦，说是《法华经》，汝听其功德啊，哦，所以要讲这一部大那个《妙法莲华经》，要有这样无所畏的心，哦，为什么无所畏？哦，有什么好怕的呢？哦，那个像阿罗汉，哦，他听到《妙法莲华经》，哇，那个无量无边的境界，这样他会产生哎害怕的心。因为对阿罗汉来讲，他们已经修到他们觉得这样所做皆般，该做都做啦，哦，啊还要再往前哦，哦那个所以会害怕哦。
那要宣讲这部经呢，要有愿意这样无所谓的心，哦，那个就是所谓的这样心量的部分啊，哦，好，所以如听其功德啊，哈，哦，世人呢得八百，哦，那殊功德的殊胜言，哦，所以以世庄严故啊，哦，其目甚清净，哦，以这样的一个庄严呢，哈，哦，那个眼睛看起来是黑。还非常的清净，哦，那父母所生眼悉见三千界，哦，内外弥楼桑啊须弥及这样帖为，哦，我们看一下弥楼，哦，弥楼呢，哦，是就是所谓的山的名称，那有些呢就翻译为这样高山或者是光山，哦，那位于呢须弥山一体或位为别体，有些就说哎，跟须弥山是一体，有些说讲不是跟须弥山一体的，哦，那以妙法莲华经来讲他就说的是这样别山，哦，也就是不是一体的，哦，在法华加详述第十一里面有讲到，哦，这个弥罗山呢此云这样高山又云观山，哦，那个都还有这样这些种种的这些，啊，哦，那在慧灵音译十五里面有讲到弥楼山即须弥楼山也，哦，这些都是有时候是梵音的这样而传呐，啊，而转，哦，那唐语有所谓的妙高山呐，啊，哈，哦，或者是怎样妙观山，哦，那大部补助词有讲到。哦，有人谓弥楼，哦，此云光明山，就是七金山，哦，那金色光明啊，哦，所以讲就称为讲七金山，那为什么叫七金山，就是因为它有才会这个这座山会发出讲金色的光明，哦，所以准第一法圣经有讲到须弥楼山呢，哦，那则须楼弥罗三次须弥山，哦，就是这样，哦，所以有些是说一体的，有些说是这样别体，哦，好，所以这边我们知道妙法莲华经讲的就是别体的部分，哦，那当中呢须弥及帖为啊并诸于山林呢大海江河水下至阿鼻域也，上至啊油顶天油顶处，哦，其中诸众生呢，一切皆悉见。哦，如果我们以清净眼来见的话，就没有那一种那个自爱心，哦，没有那个自爱心，哦，所以这些我们就能够这样看得清清楚楚，哦，所以其中的诸众生一切皆悉见。虽未得天眼，肉眼力如是，哦，如果就算还没有已经证到天眼，哦，以肉眼也是可以看到所谓的这样三千界，哦，这个就是在讲眼根的功德，哦，眼根的清净功德，哦，你如果肉眼清净的话，哦，那色尘空而不隔，哦，也就是如果我们的肉眼清净的话，哦，这深层就没有色层的部分就不会有自爱性。我们现在为什么会眼跟肉，就是我们肉眼看到这个世界都有自爱性，是因为这样眼根的部分这样有这个自爱性，哦，也就是所谓的不清净，哦，因为这样都以这些妄为真，哦，啊，如果我们有自来看的话，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这样自爱心，哦，所以色尘空而这样不隔，哦，那妙体现前就能够彻见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不用修到天眼，我们的肉眼本身如果清净的话，就能够彻见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一切众生的心念头数呢皆现心中，也就是修到这样的就是清净肉眼清净，有没有，哦，那所有大众的这个念头呢，哦，都怎样我们都那个都能够讲清清楚楚的了知，哦，所以三际了然，哦，
不是在现在的那个众生的这个念头哦，我们清楚而已，而是怎样？现在、过去、未来的众生的这个念头，我们都这样清清楚楚的了知。所以呢，果报深处就能够悉知行见。哦，你要往哪里去，都是这样累生累劫的这些心念啊，哦，这些念头怎样？巡回80天里面，所以如果众生的念头你都清清楚楚的话，自然这个众生他会这样果报往哪里去，就能够这样清清楚楚的了知。所以《楞严经》有讲行运若镜，哦，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行运。行运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这样造作哦，与有为法的因缘啊。哦然后这样牵留于三世，哦，也就造作啊，在这三世，现在、过去、未来当中的种种造作，都称为什么行运？哦，那除了受、色、受、想，哦，那其他的有为法都称为什么行运？哦，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造作牵留哦，造作牵留哦。那这个行运呢，也就是种种的造作牵流若镜，啊，那众生的生死业流弯环呐，无不必见哦，就能够这样到最后了哦，也就是行运如果尽的话哦，大家想看看刚才所说的造作牵流都尽的话，就没有怎样可以巡回去巴士成为未来的种子了，对不对？哦，那等于仓库就清空啦。哦，那所以怎样，众生的生死业流弯流环呐，就无不必现，就清清楚楚了。哦，清清楚楚了。哦，好，那圆明洞照，哦，所以无所谓行了。如果同学我们现在会害怕，都是因为这样。例如说，有人说：“哎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会害怕。啊，或者是有人开始说：“哎呀，师傅啊，以后不晓得，往生要往哪里去，然后不知道，所以害怕，对不对？所以众生其实有很多的畏惧跟恐惧啊，还有空间哦。像就听到有人说，师傅他没有办法哦，在那个密闭的空间打坐哦，一个人哦啊，所以他都要有伴，然后有伴哦，好。”所以我们会害怕，是因为这样不知道。如果我们一切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的心念的牵流，我们的心念牵流都清清楚楚的了知的时候，就能够无所谓了，对不对？好，因为没什么好害怕的，一切我们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往哪里去哦，就很像是。有一个那个教授就跟我讲哈，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哦，他就会说：“哎呀，你们这个有宗教信仰，还知道如果往生的话要往哪里去？”然后像下午就遇到一个师姐，师姐就很她是个学佛很有魄力的一个人哦，所以她就下定我要就是要修那个阿弥陀佛的一个净土法门哦，我就是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哦，所以他知道要往那边，所以他这样无所谓呀，没有不会害怕哦。那可是呢，一般大众哦，像那个刚才说那个教授，哎，他就不晓得自己要往哪里去，所以他开始这样，他会害怕哦，不晓得往哪里去哦。所以一切如果能够圆明洞照的话，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哦。所以为执心正念，真如法也，哦。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哦，学佛要执心啊，哦。现在人都心都这样 KKKK 想很多，哦，像最近就跟人家在讲聊事情啊，哈，那个人就讲说：“哎呀，师傅，你会不会觉得现在的台风啊很奇怪，哈，好像？”哎，一般以前的台风就直直的哦，啊，从这边就到那边，啊，现在台风就一直转，好像不知道往哪里去哦。现在台风的倾向都是这样，好，那我们如果由静来观我们这颗心的话，也就是说，现在众生啊，心都这样转很多啊，
哦，一件事情啊，哈，他心念已经转了18转了，对不对？哦，明明很简单的事情，心念这样一直转，哦，所以现在台风如果以这样的相来对应大众的心的话，就知道现在众生中就起挑，哦，心很想很多，哦，很简单，例如说，哎，我们。哎，叫你啊！哎，听课哦，他开始哦，又之前又叫人家去，哎，禅修很好哦。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放禅修了，哦，修行很好哦，他就会开始转那个有些人开始这样会找哎，去网络上面找哦那个网络上的很多似是而非的这些言论啊哦，那这个人找了以后，嗯，这个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为什么？因为他开始起烦恼了哈啊，听说禅修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啊，那起起飘飘想很多啊，哦，这个其实都是这样障碍自己啊，哦啊，那个佛讲哈啊，那个修行很好啊啊，禅修哦，那就直心嘛啊，就去就好了哦啊，你想那么多哈，有人说哎呀，师傅7天呢，哦啊，我没有办法做哎，没有办法，也是我们的心念在阻碍我们自己呀。也是你自己认为自己没办法做啊，对不对？哦，所以一般我们就像刚才讲到啊，哦，很多东西其实这样就顺着这个因缘性啊，哦，那个就不会有这样的自爱。哦，那心如果不止啊，哦，那些想很多都是在怎样耗能量。哦，大家会觉得，那个有些人呢，哈，为什么那个？身体就会讲很差哦啊，想很多啊。那有些人是因为真的想很多哦，想到身体都这样不好哦。所以这执心正念哦，就是这样真如法也哦。所以很多东西放当成了哈，其实世间法的部分，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以佛法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世间法都这样，都是。在因缘性的一个变迁而已啊，哦，那在处在这当中啊，哈，你如何能够渐渐的哈，以佛的一个智慧来看这世界，心就不会被这些境给转哦。常常看到这个人，哎呀，怎么这样子？那个人怎么这样？哦啊，众生如果不修行，啊，不是不在忙这些，不然你叫他忙什么？对不对？哦，所以那样的习性、那样的个性、那样的呈现，都叫做正常。哦，好，所以以是持经啊，故怎样功德自具，我就自具功德了。其实呢，圆照法界啊，心圆呢800哦，就肉身。言之耳啊，哦，阿弥陀呢，吼，哦，就这样，此云光明，哦，就7经3之1呀，啊，哦，好，那再来我们往下看，哦，复次，哦，常精进，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此经啊，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得1200功德。哦，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功德？有没有眼功德？有没有眼跟的眼清净的这个功德，肉眼清净的这功德？我们现在讲的是讲恶功德哦，恶功德哦。那如果你能够得到1200的这个功德的话，又是怎样的一个呈现呢？哦，所以复次才精进菩萨。哦，你看，所以有些人说，师傅，那个佛经里面讲的啊，哈。那个真的吗？哦，那真的吗？啊，你就修修看啊，对不对？哦，你修到眼根功德，你所见的就是这样啊，就是跟佛经里面讲的那个样子。啊，你能够修到耳根功德，哦，都清净了，哦，能够得1200的耳功德的话，啊，那个境界就是这样子啊，哦啊，所以没有什么好。真的吗？真的吗？哦啊，就不如用真的真的吗这样的一个问句的时间，好好的去讲，多念几句佛啊，好好的这样去修行，做该做的事啊。哦，好，所以执心很重要哦，不要想很多啊，哦。啊，本来就是这样啊，众生因为是吗？是吗？哦，怀疑吼，哦，怀疑吼，哦，众生很喜欢怀疑，怀疑自己，我怀疑。别人啊，怀疑法哦，好，所以当
根清净的话，我们看它的境界是什么？耳根如果听境界的话，闻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音声都这样清清楚楚的听，哦，能够听闻得到。哦，下至阿鼻地狱，上至有顶天呐，其中内外种种语言声。哦，有人说，哎呀，师傅啊，那我们只会讲那个国语啊，哦，只会讲中文啊，啊，英文怎么办？哦，啊，或者是说。哎，我们听到啊，人界的众生的声音，我们听得懂。啊，如果其他的那个像畜生道的众生啊、天界啊，其他的那个众生的声音怎么办？哦，同学不用怀疑，这些其实这样，音声一入耳啊，一切这样都清清楚楚知道他在说什么。哦，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耳根呢有障碍性，所以听什么都听不懂。哦，那如果能够得到耳清净，没有这样的一个挂碍跟障碍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啊，不管怎样，种种语言声啊，象声、马声、牛声、车声、啼哭声啊、愁叹声啊、锣声、鼓声、钟声、铃声、笑声、雨声、男声、女声，哦，童子声、童女声、法声、非法声、苦声、乐声。凡夫身啊，圣人身啊，喜身不喜身，天身、龙身、夜叉身，有没有？哦，我们现在从这边往下来看，都是怎样非人的部分了哦。那夜叉身啊，哦，伽耆婆身啊，阿修罗身啊，迦楼罗身啊，紧那罗身啊，罗侯罗伽。摩诃罗伽身啊，火身、水身、风身、地狱身、畜生身、恶鬼身、比丘身、比丘尼身、声闻身、辟支佛身、菩萨身、佛身，十法界有没有？好，十法界所有的身都在这里了。哦，那以要言之啊，简简单单讲哦，前面讲那么多身，哦，后面告诉你简单讲。也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内外所有的诸生啊，哦，虽然你还没有证到天耳哦，以父母所生的这个清净常耳，皆悉闻之哦，能够清清楚楚的听到，而且是怎样，全部都能够听到哦。如此呢，分别种种的音声而不坏耳根哦。所以能够在这当中呢，我们可以讲清清楚楚的分别哦，这个是谁的声啊？哈啊，是怎样的啊？哈，在讲什么？哈，什么？哦啊，这个样不坏耳根啊？哦，好，那再来呢？哦，你看这在讲的其实就是怎样《妙法莲华经》啊？哈，不用你说你要证到天眼、天耳、天怎么的？哦，其实这样。以我们听，如果我们的这样肉身的这个耳朵啊、眼睛啊、吼、哦、眼根的部分啊，如果能够清净的话，一切都能够这样彻知彻见啊，不用说要得天眼、天耳啊，哦，所以尔时世尊从宣此意而说偈也：父母所生耳啊，清净无浊秽。以此常耳闻啊，三千世界声哦，所有的世界所生的、所发的声音都能够清清楚楚的了知啊。哦，象马车牛声啊，哦，那钟铃锣鼓声啊，哦，那琴瑟同箜篌声啊，哦，或箫笛之音声啊，清净好歌声啊，听之。耳不浊，有没有看到？为什么能清净？因为这些东西听了以后，这样我们也不会产生执着心，不自爱。哦，同学为什么会有自爱？我们耳根怎样的自爱？我们耳根的自爱就是在于，如果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赞美声，哇，高兴呢。哦，今天如果人家批评你，哦，说你哪里不好，哪里不对。有没有浊？一定浊啊，对不对？哦，生气哦，所以为什么他这边讲的清净肉耳根就这样，
听之而不足，哦，能够清清楚楚的了辨。可是呢，就算是今天的音声是夸奖你的，是骂你的，都好，好，哦，就好像是流水过了，哦，同学想看看，流水过了，你会不会再把它？就是说水已经流过去，我们会不会再把它抓回来？哎，你再流一次啊，或者你再回头，你停留在这边，不会啊，过了就过了，对不对？好，那所有三千的世界的这个音声也是像流水一样，哦，就是从你耳根这样流过而已啊，哦，啊，没有在当中怎样产生自爱跟执着性，哦，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学啊，对不对？哦，有人就说，有些话我们如果反省，哦，例如说人家说你怎么样，我们反省啊，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哦，有些人他也许他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情绪跟那个个性的关系，哦，啊，所以这样的音声呢，我们就把它当作西班牙话，对不对？哦，西班牙话听不懂嘛，对不对？哦，啊，所以不管他讲什么，就是这样，如流水流过而不浊，哦。很多事情啊，哦，如果我们啊，哦，每一个音声每个人讲的话我们都这样记在心里，哇，那个自爱心就大了，哦，我们会变成怎样？骑驴的父子，同学听过这故事吧，父亲骑驴也不对，儿子骑驴也不对，父子一起骑驴也不对，父子呢不骑驴也不对，哦，因为世间人啊，哦，看法太多，音声太多了，哦，所以如果深深入心的话，哦，那会活得很辛苦啊，哦，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怎样智慧来这样了别啊，哦，人家讲什么啊，啊我们先检讨啊，有没有啊，没有就放下，哦，就像好像流水，哦，那如果浊了，哦，难过就是我们的心了，对不对？哦，所以，眼睛看到的东西浊了也是这样，都在心里面这样。人家说心有千千结，就是这样。哦，流过去了啊，心就结结哈，哦。所以像那个在那个百真禅师里面，不是有个公案叫做野鸭子飞过去了吗？对不对？哈，哦，当你野鸭子飞过去的时候，从湖心那边飞过去的时候。野鸭子的影啊，哦，在湖心上都已经没有呈现了，有吗？哦，同学有没有可能野鸭子飞过去影子一直留在湖心啊？没有嘛，哦，那所有的事件过去也是这样，在你的心中不留下影啊，哦，也就是这样，所谓的不浊，见而不浊，听之而不浊，哦，就是这样，哦，好，所以无数种的人生啊，闻悉能解了，哦，听闻的都能够这样了，哦，都能够知解了，都能够清清楚楚的了知这个音声在讲什么，哦，那又闻诸天声呢，微妙的这个音隔音啊，哦，我们知道天人呢，哦，他们很享乐，哦，所以在天人呢当中呢，有所谓的乐师啊，哦，会唱，有些会唱歌呢，有些会演奏音乐，哦，那天乐其实非常非常的微妙，哦，非常的好听，哦，那天人的这个声音呢，我们因为身为人，耳朵它的范畴，哦，就在人界上，所以天人的声音我们是听不到的，哦，啊，可是你如果能够修到所谓的耳根清净的话，哦，得这个一千二的一个功德力的话，哦，这个天音啊我们也可以听得到，哦，好，即闻男女生啊，同男同女生，哦，这些都能够知道。那山川险谷中啊，嘉陵频且声，哦，这些鸟类的这个声音啊，哦，命命等诸鸟啊，哦，悉闻其音声，哦，这些鸟类在讲什么，哦，这些我们也都清清楚楚，哦，那再来，哦，我们看到前面这边讲的带过 畜生的声音了，哦，那后面讲到的就地狱众苦痛，哦，种种 毒声啊，哇，那个被受苦的这些声音啊，哦，那恶鬼饥渴毕啊，求索饮食声，哦，我们可以听到
地狱的众生在喊苦、哦、也可以听到恶鬼的众生在怎样喊恶啊、哦、都在索取、哦、那诸阿修罗等啊、哦、居在大海边、哦、那自供语言时啊出自于怎样大音声、哦、这些不管是十法界当中任何一个法界的音声我们都能够这样听到哦、所以如是说法者啊安住于此间啊遥闻是众生啊而不坏而根、哦、众生会大众会问啊这么多的音声、哦啊、这样子不是很吵杂吗、哦、可是怎样不坏而根啊、哦、大众会 害怕啊这么多的音声、哦、我们现在人都怕吵对不对、哦、一点音声就受不了对不对、啊、可是同学要知道啊前面说怎样不着很重要啊对不对、哦、流水流过去不着就算有这些种种音声我们也不自爱啊对不对、哦、啊你如果着的话哇这些音声这么多、哦、好所以这边有讲到不坏耳根所以同学也不用害怕、哦、也不用害怕、哦、那十方世界中啊禽兽名相乎啊其说法之人呐、啊，于此悉闻之。哈、哦，我们出生到的这个畜生禽兽之间互相的这样呼叫啊、呼喊，啊、哦，像我们知道哈、啊，像我们会去运动，哦、啊，你早上啊，哈，像那个，像有些校园就有很多松鼠，哦、啊，松鼠之间呢，他们会互相有一种传达的一种声音。哦、那你只要听到这声音呢、哦、它周边一定有猫的出现、哦、所以其实动物也有它的一个怎样警报系统、哦、有时候我们常哎听到这个音声、哦啊、你就稍微看一下、哦、那一定有猫在那附近、哦、所以彼此之间也会互相这样鸣叫、哦、那这些说法的人呢于此那样悉闻之啊、哦那其诸梵天上啊观音即遍净天啊观音天或遍净天啊、哦、那甚至于就是到有顶天言语之音声啊、哦、法师住于此啊悉皆得闻之、哦、在天梵天当中的这些种种音声也都听得到那一切比丘众、哦、及诸比丘尼啊若读诵经典若为他人说法师住于此呢也悉皆得闻之、哦、不管是怎样的一个身份、啊哦、像比丘啊比丘尼呢、哦、他在读诵经典、哦、或者是为他人开始这样说这个讲经说法、哦、那能够得到耳根清净的这个法师如果住在此的话这些也都能够听闻、哦、同学也想多好对不对、哦、现在天气那么热、哦、出门其实是一件这样很不得已的事对不对、哦、所以你能够在这边、哦、一切这样音声皆得闻就不用这样跑来跑去了、哦、都还可以这样听闻这些讲经说法、哦、那当然啦、啊、现在的科技也发达、哦、像现在的那个网络也发达、哦、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听经闻法也都没问题啊、哦、好所以现在的人其实也蛮有福报的、哦啊、但是今天就会听到有同学说哎呀师父、啊、那个诵经、哦哦、他要很专注哦啊、所以他是啊追剧、哦、追剧也是网络上对不对、哦、也是科技的一个产物 啊,、哦、啊所以还是在我们心念上轻重缓急 以什么为重有没有、哦、像那个就、欸、追剧、哦、人世间的这些种种还过不完、哦、啊过不完所以他就开始怎样还在这当中有很多的琢磨了、哦哦、所以众生啊八八款啊、哦、你要用一种法就让这个众生都能够得度、哦、这个一般大众、哦、可能他的一个普遍性啊、哦、这就比较有他的一个困难度、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种种的音声啊有没有、哦、富有诸菩萨哦、读诵于经法若为他人说啊撰集解其意、哦、替他人说、哦、然后解释这部经的一个这样义理、哦、
那如是诸音声呢，悉皆的闻之，都可以听到啊、哦、那后面也就很殊胜了啊、哦。诸佛大圣尊啊，教化众生者，于诸大会中啊，演说微妙法。哦，同学啊，连佛所说的这些经法，持使法华者啊，悉皆得闻之。如果我们可以持法华经的话，同学要知道，佛在讲经说法，我们也都听得到。哦，所以十法界都通这样，时间空间都这样具足在这里。哦，不用往外求啊。哦，所以我们说修行其实是往我们的清净啊内往内求。哦，所以一看一切清净的时候，外面的音声，外面的种种色尘，我们都这样在这边就这样，时间空间都这样同时秉现给你看，哦，或者是同时秉现给你听闻，哦。好，那三千大千世界呢，内外诸音声呢，下至阿鼻喻啊，上至有顶天，皆闻其音声啊，而不坏耳根。其恩其耳通充地故啊，悉能分别之哦。所以耳根这样利啊，哦，充地，所以这样这些音声我们都能够分别了知，到底是从哪一个法界，然后谁所发出来的哈、哦、啊？他这个声音是代表他在讲什么哦？例如说是那个天人的那个享乐声啊，哦，还是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在这样受苦声啊？哦，这些都能够这样清清楚楚知道。所以持是法花者啊，虽未得天耳哦，但用所生耳啊，功德已如是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耳根清净啊，哦，所以普贤呢，心闻动十方啊，哦，能够清清楚楚的这样了知啊，哦。好，那今以持经寄物妙心啊，哦，所以十方动闻啊，了无色拥色哦，都能够怎样没有自爱性哦，所以有理之言为法身啊，无理之言的、啊、为非法身哦。宋曰呢，传集呢，哈、哦、解其意，然传集这个解意呢，是未有生也哦，所以。而能闻之者，哦，盖彼以思而知啊，哦，故我不以思而闻，哦，所以为心闻也，哦。这就是我们如果用有时候人的一个思，哦，这个讲，如果以不思有没有？哦，根不思思是为的，还是在根根尘交涉上嘛？哦，啊，如果以不思而闻的话。哦，这个怎样为心闻啊？哦，就不是我们的意在了别了。我们的意如果了别的话，就会有所谓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哇，那所有声音进来有很多的挚爱了，对不对？哦，那所以这个呢，不以这样，以不思而闻。哦，那所以为心闻也。哦，所以颂言心能分别之啊。哦，则不读图闻其声也。哦，此乃怎样耳根清净之妙。哦，好，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复次呢，好、哦，前面已经讲到所谓的怎样耳根的嘛，哈、哦，眼耳，再讲鼻。哦，好，那鼻会有怎样的一个殊胜呢？我们来往下看，哈、哦。复次啊，常精进啊，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成就八百的鼻功德哦。大家知道这八百的鼻功德还在讲肉身的鼻根啊，哦，以是清净的鼻根呢，闻于三千大仙上下内外种种诸香哦，像这边讲到了须曼那华香哦。奢提华香哦，茉莉华香哦，张波花香哦，波罗罗花香，赤莲花香，青莲花香，白莲花香，
花树香、果树香、旃檀香、沉水香、多摩罗拔香、多伽罗香及千万种合香、有些香和在一起嘛，若末若丸若涂香啊，持世金者啊，于此间住，悉能分别，也就是不管是任何的香它都能够这样，我们在这边都能够这样闻呐、那这个要闻到这些味道呢而且能够分别这个香味是什么香那又复呢能够别知众生之香啊像那个这个香味前面讲的是那个植物的这些种种花香，后面讲的是讲众生的香像象啊马香啊牛羊等香啊男香女香童子香童女香及讲草木丛林香若近若远所有的诸香呢悉皆得闻分别这样不错也就是啊如果我们能够成就这八百的鼻功则以这清净的鼻根的话不管你是怎样十法界当中的谁的香我们都听闻到了以后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的香都能够这样分了了分明而且这样不会有出任何的差错所以持世心者虽住于此亦闻天上的诸天之香也就是同学啊我们现在在人界对不对那你如果清净的鼻根的话你要闻天上的香也没问题那天上的香例如像波利直多罗啊那居毕陀罗树香及这样曼陀罗花香摩诃曼陀罗花香曼殊沙花香摩诃曼殊沙花香旃檀沉水种种的末香诸杂花香如是等这样天香啊和合所出之香啊无不闻之啊一闻就知道像现在一般人间有些在制作香水啊那什么跟什么这样掺杂在一起那个如果有很有经验的那个香水师一闻就可以知道对不对那这边的话不用训练你只要能够鼻根清净的话不管是任何的香甚至于讲那个天界的香我们一般大众没有去过天界嘛很有趣的是这样你没有去过天界没有去过哪里可是呢这个香一经你的鼻你就知道是往 哪里来的好那所以又闻呢诸天生香啊那四体怀孕呢在圣殿上五欲啊余热嬉戏时的香你看这个香就厉害了我们还可以知道有这个香我们还可以判断是谁然后他在怎么样的空间他是怎样的一个情形你看就闻这个香同学发现已经是怎样时间空间通通都了知了有没有所以同学不要觉得鼻根所能够了知的就是在香而已鼻根如果能够得到所谓的清净的话那个鼻根所能够了知的事物就多了这味道一经你的鼻啊你能够判断出来的事物怎样不是只限于这个香是哪里的香而已而是在这个时间空间什么样的人在做什么事所发生的香我们都能够怎样了知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境界啦如果你能够真的就是好好的诵持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些都是境界那一般大众就会说为什么要讲这境界因为大家这样会想要啊对不对才会去这样好好的这样诵持妙法莲华经啊因为有这些种种的功德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